这个产品有超薄的设计，厚度仅0.8公分，不占空间。我们现在进行前座侧门辅助窗的安装，支架离心值直接贴在车门，将窗帘展开，安装非常便利，又能与车窗的弧度吻合。如果车门是塑胶窗框，包装里面有金属片，请将金属片贴在塑胶窗框，接着进行后座侧门的安装。先比对长度，在太长的部分进行剪裁，在支架离心值直接贴在车门，将窗帘展开，安装非常的便利。这组车款能符合所有的车款，车门安装便利，绝对是高雅又有品味。